其实近年来的创作脉络都是以在异国生活的经验还有反思为主，一个人他所处的社会，他对于种族还有性别的一些描述，还有以至而来的互动，有一套不成文的诠释系统来掌控。我当时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一到法国身为一个外来者，那立刻就被一套无形的根据我的种族还有性别的诠释所掌控所形塑，必须要非常努力的去抗拒才有办法找回自己的样貌。这让我非常的好奇，就是这一股诠释的力量是从哪里来，那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黑鬼这个计划，我尝试结合录像还有虚拟的明信片史料，有意识的去截取一些片段的影像，结合塞哲从他的著作《反乡笔记》里面去截取的一些反抗殖民主义的诗句，它跟这个影像结合可以产生一种多重的意义。当时其实有找到蛮多不同时代的明信片，不同时代不同国际殖民展的明信片，那最后选择这一张是因为这张里面它同时含有不同的权力关系，它有一个很显著的权力结构在这张图片里面。这个计划里面它所选用的是一个历史事件，但是它其实透过这个历史事件想要阐释想要揭发的是这个不平等的论述霸权，这个现象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存在着。希望观众在观看这个计划的时候，不单单把它看作是一个过去的历史文本的再呈现，而是可以跟目前当代事件正在发生的事情做一个结合，一起来思考。